Baby Tiger， 快来订阅我们吧！动作歌。去玩吧。我好累呀、啊。我也不想动。上边下边再转个圈圈。一二三。我们一起伸伸腿弯弯。早餐歌。猴子蹦蹦跳。是小猴子。
呀跳，哎呀摔一跤，疼得哇哇叫。拿起电话叫妈妈，妈妈说，小猴子不要站在高处跳。一、二、三，三只小猴子跳呀跳呀跳。站在高处跳，一、二、两只小猴子跳呀跳呀跳，哎呀摔一跤，疼得哇哇叫。拿起电话叫妈妈，妈妈说，小羊咩咩叫。哦，哥哥，你看那只黑羊。哦，它一定好久没有剪羊毛了。小狗宾果，咦，这是什么？哇，是只小狗！B-I-N-G-O， 它的名字叫宾果。这就是我的新朋友，它名字叫做宾果。I-N-G-O
N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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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聪明的冰狗。这就是我的新朋友，他名字叫做冰狗。想要什么颜色的车呢？黄蓝红绿小汽车，你最喜欢哪一个？我喜欢吃玉米，我要黄色的车。黄蓝红绿小汽车，我最喜欢小黄车。哇，快看转来转去，黄蓝红绿小汽车，你最喜欢哪一个？我喜欢吃西兰花，我要绿色的车。黄蓝红绿小汽车，我最喜欢小绿车。哈哈哈哈，快看它动来动去。哈哈哈哈，黄蓝红绿小汽车，你最喜欢哪一个？我喜欢吃蓝莓。我要蓝色车。黄蓝红绿小汽车，我最喜欢小蓝车。哇，该去接乘客了。哇哇，黄蓝红绿小汽车，你最喜欢哪一个？我喜欢吃西红柿。哎呦，我要红色的车。黄蓝红绿小汽车，我最喜欢小红车。哇塞，太棒了！气球直升机，好无聊啊。有了啊！我们来吹气球玩吧。小气球在变大，呼啦啦，呼啦啦，呼啦啦，小气球在变大。气球。
小气球快变到呼啦啦，啦啦呼啦啦，小气球快变到呼啦啦，最最大。没关系，开心虎，再做一架新的气球飞机吧。小飞机长出了新尾巴，新尾巴，哈哈哈！小飞机长出了新尾巴，飞呀飞吧！哎，我也要，我也要！哇！小气球快变大，呼啦啦，呼啦啦。给陌生人开门。我和妈妈要出去买东西，你们不可以给陌生人开门哦。知道了。咦，门铃响了。叮咚叮咚，谁在家？我是妈妈，快来开门。走丢我不怕。我们去看熊猫吧。好耶！宝贝慢点，别走丢了。放心吧，妈妈。爸爸妈妈不见了。爸爸，你在哪？突然不见了。你在哪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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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有点怕。妈妈，你在哪？突然不见了。你在哪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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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有点怕。别怕，我们回原来的地方等爸爸妈妈吧。走丢我不怕，想一想办法。在这里不要动，陌生人不理他，原地等爸妈。不要和陌生人说话。走丢我不怕，想一想办法。在这里不要动，陌生人不理他，原地等爸妈。冰淇淋。不可以吃陌生人的东西哦。走丢不要怕，想一想办法。在这里不要和陌生人不理他，原地等爸妈。一
起玩球吧。我要玩篮球。我要踢足球。我要打网球。篮球篮球圆圆，篮球篮球圆圆，篮球篮球圆圆，拍拍拍，快呀快快跑，跳呀跳得高，投篮球进了，耶、yeah! ，进了！爸爸好厉害！嘿耶！足球足球圆圆。Thank you.
让我来。别急，我来修好它。哎呀哎呀，怎么了？我的腰。谁来帮帮我？谁来帮帮我？谁来帮帮我？我该怎么做？术师，弟弟，看我！好，我也要！哈哈，哎，孩子们，要玩手语游戏吗？好耶！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小眼睛看看，小脑瓜转转，摇摇晃晃，汪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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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只小狗汪汪。我的朋友，你好吗？你好吗？嘿嘿。
叫开心虎。我叫淘淘。我叫阿布。我叫皮皮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都是好朋友了。第一天去上学。我们要去幼儿园喽，出发！叮叮叮叮的时间，和爸爸妈妈说再见，抱抱我的布娃娃，是把手牵，唱歌跳舞荡秋千，手指游戏变变变，水果牛奶甜甜圈 ，OK， 我们。我叫贝乐虎。我叫开心虎。哦，我们一起来玩吧。太阳公公跑在窗前，宝贝，现在是几点？第一天，第一天，我要去上幼儿园。乖乖睁呀睁开眼，我要洗呀洗好脸，衣服我要穿整洁。哎呀，又打个哈欠。哎呦。小朋友们来吃点心啦！耶！叮叮叮叮的时间，和爸爸妈妈说再见，抱抱我的布娃娃，老师老师把手牵，唱歌跳舞荡秋千，手指游戏变变变，水果牛奶甜甜圈，这是最棒的乐园。明天见。午睡时间。哈哈，看我的。啊。哈哈。哈哈。叮铃铃，叮铃铃，时间到，小宝贝。小宝贝睡午觉，可是我还想把我的城堡睡一觉再来玩好不好？叮铃铃，叮铃铃，时间到，小宝贝，小宝贝睡午觉，梦里面有没有美味的？馋猫闭上眼，不吵不闹。叮铃铃，叮铃铃，时间到，小宝贝，小宝贝睡午觉，抱着我心爱的小熊宝宝，哼着歌不害怕静悄悄。调皮的小鸭子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小鸭
子真调皮。呀，要下雨了，我们快带着小鸭子回家吧。小朋友们，我们一起来玩个游戏吧。好。杨老师要玩什么游戏？大家跟着我做。头。头。肩膀。肩膀。膝盖。膝盖。脚趾。脚趾。好了，我们开始做游戏吧。做错的人要被淘汰哦。没问题，快开始吧。啊。嗨，跟我一起来，一起来，快小手伸出来，伸出来，看一看，眼睛、耳朵、嘴巴，还有小鼻子。快，小手拍一拍，拍一拍。下面我们要快一点哦，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啊，准备好啦。我们拍一拍，拍一拍，快，小
小手伸出来，伸出来，看一看眼睛、嘴巴、小鼻子，快，小手拍一拍，拍一拍。哇哦，不错哦，再快一点。积木，我们来搭一座大桥吧。好呀。积木宝宝变大桥，变大桥，变大桥，一个一个垒高高，快快建好。有趣的声音，什么声音？听一听，听一听，什么声音？叮铃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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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听一听，听一听，什么声音？叮铃铃。
么声音？咔嚓嚓，咔嚓嚓，咔嚓咔嚓嚓，咔嚓咔嚓嚓。听一听，听一听，什么声音？咔嚓嚓，咔嚓嚓，咔嚓咔嚓嚓，咔嚓咔。什么声音？滴答滴，滴答滴，滴答滴滴滴，滴答滴滴滴。听一听，听一听，什么声音？滴答滴，滴答滴，滴答滴滴滴，滴答滴滴滴。听一听，听一听，什么声音？睡着了，嘘，请你安静，请你安静，嘘。欢乐旅途，小汽车滴滴答答，看看我们到哪儿了，我们到了吗？没有没。Mm-hmm.
我真棒。一二三，伸出手，轻轻划一划。四五六，摆摆腿，像只小青蛙。七八九，深呼吸，水花花花花，一会游泳了吗？伸出手，轻轻划一划，四五六，摆摆腿，像只小青蛙。七八九，深呼吸，水哇哗哗哗，我会游泳啦。一二三，先来画小鸭的嘴巴，四五六，再来画身体的尾巴，七八九，画上它可爱的脚丫。你会画画了吗？一二三，先来画小鸭的嘴巴，四五六，再来画身体和尾巴，七八九，画上它可爱的脚丫。三七，上车，现在就出发。四五六，别害怕，想骑着小马。七八九，踩一踩，拐个弯到达。你会骑车了吗？叔叔的农场。贝勒虎、开心虎，可以帮妈妈一个忙吗？去麦叔叔的农场找点食材回来做晚餐。这个任务就交给我们吧。嗯，这是清单。小鸡鸡鸡鸭，小鸡鸡鸡。
鱼一家。欢迎呀！